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真是通通融归这个本性，所以叫做别融别显。真空性空是说明这个法性的离体本来就是如此啊。如果要细细的分辨啊，应当我要说成性色真空，真空性色，性空真色，真色性空。详细分析就是这么四句啊。经文里面它用包含的方式，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整个就把它包含在里面啊。因此之故，应当要知道所有的大地当体就是空性，当体就是啊原生性空，它是因缘生发的这个地，但是它没有实体，当体它的体性就是空的啊。那么由此空的当体能显这些真色，所有色法通通从这个地方把它显示出来。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它的本体是清净的，本来如是的，所以接下去说清净本然，清净显示它离去一切过犯无过，清净就是清净无过，它没有垢然，本来如是，一向如此，不是现在才这样，从来就是这样啊。你看看这个世界成住坏空，等到坏劫的时候，大地整个坏掉没有了啊。那么整个坏掉之后成为虚空，那地到哪里去啊？整个世界都坏掉了，坏到最后成虚空，这个世界成住坏空，每一个字就是一个终结，成就也要二十个小节，就是一个终结，给众生住二十终结，损坏慢慢损坏，坏掉完全变成围城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那就是也要啊二十个小节，就是成就坏，后来成为虚空，什么都没，空也有二十个小节。成住坏空，成住坏空，这样轮转不息，世界就这样。那么我们现在是在住界里面，这个地方才能给我们人跟众生住，交到坏界的时候地哪里去啊？地哪里去？所以这个地它没有实体，它当体就是藏性，那么所以它本来啊、就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叫做本然清净，说明他离过，本然说明他本来如是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、所以古的说是天真之本具，非缘起之心尘，这个一切诸法呀本来如是，本来具备，是通通啊隆重，通通就是天然啊真如自性里面本来具备的这些道理，无论事相理性本来就是具备啊，是天真之本具，非缘起之心尘，不是因缘生起心尘力的，一向就是如此啊。所以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叫做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。这些文字每一大都一样啊，这里说清楚了，后边就要简略啊。本来都是清净本然，而且无处不变，周遍法界。周遍法界就是进这个十法界当中无处不有，处处具备，周样样处处时时满满，没有一点点一刻一缺啊。遍显示这个方向里面东西南北四维上下通通处处具备，
这个地大周遍，我们平常是没有去注意，不了解这个地大周遍的道理，只拿四象来说明啊，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地大的周遍。举个例子说，我们房间里面不是有这个抽屉吗？柜子有抽屉，抽屉啊，像这个抽屉，哎，您可以经验它的周遍情况。你把这个抽屉呀、啊，擦得干干净净，什么东西都不要放，擦得干干净净。然后啊，把这个抽的地方啊，用这个胶布把它啊，把它贴起来，封得密密的，不要动它。最少一年，多的三年，然后你打开，把这个抽屉底，你用手去摸，一摸，有微尘，一定有的，一定有微尘，这个微尘就是地大，哎，你封的再密，经过一段时间，里面都会有微尘，啊，我在石头上我经验过的，我就看了这样，楞严经说这个道理呀。我看了个古著里面这样说，我就实地去经验，把一个抽屉，啊，箱子也可以封得很密，啊，那么你封得很密啊，把它整个封起来，经过一年之后打开，一摸，啊，就有一条痕，那么就有这个尘灰，这个尘灰就是微尘，这个微尘就是地大，这就显示地大无处不变，无处不有。我们不是一年都要大扫除一次吗？平常没有去扫除的地方，到了你大扫除的时候，到处都是尘灰。啊，它哪里来呢？哎，我们平常周围也没有建筑，它从哪里来？照样满满，处处都有。这就可以说明这个地大周遍的道理，无处不变，周遍法界，啊。而现在我们所用的事项上表现出来的随众生心应所资量，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，有起惑造业所造的业力不可思议，那么这个众生结果需要用这个地，要有多大的地，要用多少的地，随众生的心量，一切唯心造啊，万法唯心啊，啊，这个既然是唯心所现，随众生心应所知的量，众生需要多大的量，他就现多大的地，需要多大的量，他就现多大的地，让你满满的得到受用。所以应所知量啊，能够顺业发现，顺，这句话特别重要。我们现在所用的关于地大方面的说法，啊，都是顺着我们众生的业力而发现的，啊，那么这个顺我们众生业力发现这个地方，你要怎么用？你想怎么用？而你的因业因里面具备这个功能，那么它的结果就是现出这个你需要用的范围。所需要的这个地的限量，整个都会顺这个你的业力而整个发现出来，顺业发现。我们要有个普门讲堂讲经，顺着我们大家的对于学佛的这个清净的业力，它就是显现出有这个普门讲堂让我们讲经的地方，这是由我们大家的共同的敬业所成，这是好的，是敬业所成。假如不是大家都有这个福分，有这个敬业，不会有这个因缘，得不到这个受用。所以这是都是顺众生的业力而发现。那么以此为例，整个世界山河大地一切万有众生所受用的大地都是如此，顺着你的业力而发现这些万物。那么这是显理，后边世间无知以下是执迷，执众生在迷呀，不懂这个道理，所以认为是因缘咯，自然，所以经文说世间无知啊，或为因缘，即自然性。
皆是实心分辨既多，但有言说都无实意。这几句话后边六大都同样啊、嗯，这里明白了，后边可以简略。世间人，这个世间总指世间一切人啊、嗯，都是凡夫外道之类啊、嗯，除掉圣者。你们这个凡夫外道都没有这个知识，迷惑，认为这世间诸法一定是因缘，学佛的认定是因缘，这是事相，理不是如此啊、嗯。而外道执着是自然，哦，一切是自然的，本来就是如此，自然嘛啊、嗯，他们执着自然，这迷惑了就认为是因缘，或者认为是自然，以为它的性质就是这样的。皆是世心分别既多，说明众生的错误都是你的第六意识的分别心，通通都是我们人一切众生第六意识的分别心去计量、执计、度量啊、分别认为这是因缘，这是自然，生起这种的执着，实际上这都是有言说没有实意啊、但有言说都无实意啊，单单由这个言辞的说明而已呀、啊，啊，你认为是因缘，因缘的话很多；你认为是自然，自然的话也很多，说的很多，不切实际，不懂得真正的道理在哪里，所以都无实意，没有真真实实的意义。我们所知道的，世间人所知道的，都是一些不正确的了解啊，好像他懂得很多，实际上他并没有正确的了解。第一个问题，他不知道诸法的体性啊是什么样子，众生本有的真心他不明白，所以才会有这些错误的见解。那么这是地大啊，那么地大这些后边的文字相同的，我们以后视情况而定，有的时候会简单，因为它的内容相同，有机会也不妨再多讲几次啊、嗯。那么地大说完，现在讲第二火大。大家不要忘记，那个大字就是周遍，七大的每一个大字啊，就是显示它当体周遍。地大周遍，现在火大，第二的火大也是说明周遍。按照次序说来，本来是先说水大，但是现在经文呢它是先说火大啊、嗯、因为我们众生真的火大呀，要先把这个火消失掉，然后才能得到清凉啊、嗯、所以还是火大先说好。火大，看看经文，阿难，火性无我，既于周原，你观城中未食之家，欲揣喘食，手之阳岁，日前求活。佛对阿难说，你看那个活的实性啊，它没有我，活会像我们，哎，这是我，那是你，那是他，他有这个观念吗？没有。现在那个日光灯，你问你有我吗？他无我，活是无我的啊、嗯、我者主宰意，他自己不能做主啊，因为活如果没有人去开，他不会有活。虽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这个星星之火也是人拿来的，假如人不把星星之火拿出来拢出来，它不会燎原。所以火它本身是没有我，那没有我为什么有火呢？既已诸缘，寄托在生活的各种助缘。从前人没有火柴，没有现在的打火石的这个打火机，从前是用钻木求火，很辛苦哎，钻木求火，正在钻的时候不能停，钻到它发热了，慢慢等到它有烟了，必定要钻出它有火来发火了，
你才能够停下来。中间如果停了，它就火势就熄掉了，暖气熄掉就不会有火啊。所以火是靠众缘而成的，有助缘它就生，没有助缘帮助它，它不会生起来。所以记于诸缘。怎么记缘呢？当时佛就举当时的例子说，泥贯城中未食之家，你看看吧，泥之窝难了。你看看现在社会城中啊，也许他正在讲经的时候啊，是人要做饭的时间啊，他还没有吃饭的这个家庭，他准备要烧饭，欲炊船，是炊是煮了，船呢、啊、按照这个字典说，第一个意义就是灶，锅灶，烧火的锅灶，船要烧火煮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这个引火的火柴，更没有打火机，他们怎么样子取火呢？如果碰到像今天这么好的天气，太阳那么大，他会用阳穗去取火，守着阳穗日前求火，把阳穗拿在这个空地啊，照着太阳取火。阳穗是个什么东西呢？是个镜子，跟我们眼镜的镜子一样，比较大，窝下去啊。那么下面拿过这个槽，艾槽，那么对着太阳，哎，这个太阳的火线对着那个阳穗的正中，火就从那边升起来，那个艾槽就会长出火。现在我们研究这个阳穗，阳穗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我们根据注解来做参考。圆觉法师的讲义里面说，阳穗崔豹古今注云，以铜为之，如镜之状，照人者引导，向日者火生。他引证这个崔豹注的古今注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说，这个阳穗是怎么样做的？用铜去做，金银铜铁的铜，用铜去做的，做成什么样子啊？跟镜子一样，圆形的，跟这个我们现在的眼镜一样了，古代的就是跟这个圆的镜子一样啊、嗯。那么这个做好了，哎，这个东西呀、啊，如果拿来照人的话，人就颠倒翻过来。本来人是顶天立地嘛，你这个一照，他头对地了，脚对天了，变成这个样子，叫做如果是人去照，就是银就颠倒了。如果照着日光，下面会生火，嗯，那么这个阳穗究竟是怎么样的，什么东西？接下去他又引证这个淮南子的话说，啊。汉朝前汉的这个刘安，他著一部书叫做《淮南子》，里面说阳穗火方珠也，啊，火方珠就是它能引火的一种东西。接下去他引这个王充论，啊，他这个地方就不大正确，不是什么不正确，而是引证的书名啊少了一个字，容的人家会发生错误。他说王充论云，五月丙午日午时烧炼这个五经，烧炼五经啊去做成的。不过他这个题目引证用的这个书名啊叫做王充论，少了一个字，不正确。这个不是他自己少写一个字，而是抄的，从哪里抄来？执掌书，执掌书也是这样写，我觉得很奇怪。执掌书也是写王充论云，五月丙午日午时消炼五方石，圆如镜，中央挖，天晴向日出火。这是执掌书引证这个论文啊、嗯，他这个王充论呢、啊、少了一个字，会使人误会，以为论的名字叫做王充论，
不是的，王充是人名，王，一二三的王，王羲之的王，充，充足的充，充分的充，充足的充。这个人他造了一部论，啊，他这个论的名称叫做《论衡》，衡，衡啊，平衡的衡，平衡的衡。我的国语是从马路边学来的，不大正确，各位要特别注意，不要听错啊、哦。他这个书名啊，两个字，叫做《论衡》，论衡，平衡的那个衡。先说这个人名，王充这个人，有些地方会被误写作王云，云喜的云，我不写字，这样子听得清楚吗？王充，王云，云喜的云，云喜的云就少了上面一点一横，啊、嗯，把王充当王云，那真是太冤枉了，因为彼此相差80年了，啊、嗯，王充这个人呐、啊，他是东汉汉活帝时候的人，啊、嗯，他死的时候是在汉活帝的时候。他著这个论里面说的什么呢？里面有30篇说这个万物的这个名相啊，指出它的正确的名称啊，他文字多，一共有30卷啊。那么他在东汉的时候著这一部论里面文字非常好，后人研究这个一切所有的事物的名相啊，都是根据这一部书啊。王充是在东汉啊汉活帝的时候，那么东汉就是汉光武中兴之后就是汉明帝了，汉明帝下来就是汉章帝，文章的章，汉章帝下来就是汉活帝，那么可以说他是在东汉的开头那一段时间啊，汉光武以后，汉光武统一之后啊，汉明帝、汉章帝到汉活帝啊，王充这个人是在汉活帝的时候死了啊，年岁大概是70多岁。根据他的这个东汉的这个所谓后汉书啊，后汉书里面所记载的说这个他是死的时候是70多岁，究竟70几呀、啊、他没有写，不得而知。我查出这个后汉书里面他说王充，他充是他的名字，他另外有字号叫做充任啊，他学问很好啊，学问很远播，那么因此他在一生一方面本来是很穷苦的人呢、啊、很努力读书，后来有很大的成就啊，也做过大官。那么他著这个论衡这一部书，等到他著成了已经是到汉活帝的时候，汉活帝他的年号叫做永元，永久的永，一元两元的元啊，永元这个期间西晋是89年到104年，那么也就是说汉活帝做皇帝呀、啊，从西晋的89年到104年，距离现在1900年前了。他在这个时候，把这部书著好了，他体力也衰了，不久就死了。那么这个他的历史里面只写永元中病卒一家，他是在汉活帝永元的这个年号中间。不晓得哪一年，没有写哪一年，那么大概总是在西晋的89年到104年这中间10几年的时间，不晓得哪一年王充死了。他是一个学问家，文学家，文字很好，所以他著这一部论一直流传到今天。研究古书的人呢、啊，尤其对这个一切事物的分析，他这个论衡富有很大的帮助。
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划拨账号50396819，50396819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205-666，012-001-205-666。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，烟供香粉，药供包香，弱势关怀，不食动物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愿世间快乐多过于悲伤，愿世间温暖多过于孤单，愿世间光明多过于黑暗，愿世间和平多过于征战，愿世间感恩替代了责难，愿世间谦逊多过于骄慢，愿世间慷慨多过于贪婪，愿世间良善多过于邪，愿天空保佑最初的蔚蓝，愿心量如海被点点拓宽，愿生命随缘